第三个了，等到第四个就UTD奖了吧，好快呀！感到万死，感到万死。十点45分了，我们下去。是吗？说你开的时间。 之后呢，就可以成为美丽有价值的工艺品，深受欢迎。各位呢，千里。 Thank you.
两边都有，就是说这就是女主人当家，女主人说了算。然后本身门槛是不能踩的，这个门槛是代表佛祖的金和背。在我们当地还有一种说法，小生男孩跨左脚，小生女孩跨右脚，双脚不举就生双胞胎，话都放开了，来我再来跨下门槛。怎么样生三胞胎？怎么样生？公园很辛苦，刚才打工不容易。